每次经过琴房，听到一整串一整串的快速音群，就知道又是我们班的手速女王林伟珍就在练琴了。请大家不要误会，手速的速不是动手术的速，而是速度的速。因为伟珍弹琴的速度可以媲美超跑哦。请大家上紧耳朵的发条来欣赏由她带来的李斯特塔朗泰拉舞曲。就让我们掌声欢迎手速女王。